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大型的制作，我还以为是一个 normal 的东西。所以啊，觉得啊，你们的团队的真的是很棒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一个马六甲唯一的母子屋，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一个母子屋，它其实是由两间帮过组成的一间屋子。好，在我们开始拍之前呢，我必须要跟你们介绍一个我们的嘉宾。这是我们的嘉宾 Jeff 先生，你看他在忙。你好，问一下你今天是第一次来跟我们配合对吗？啊，对。你在新赛感受如何？啊，感受有点点紧张。没有嘞，你怎么会紧张？阿姨。好，我现在带你们看另外一个，就大家马六甲都很熟悉的这个小姐，我不介绍还是谁？你们看就知道。当当当当。来，美女，跟我们讲一下你今天为什么出现在这里。姐，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跟你们，我给你一个最瘦的角度，最瘦的角度啊！来讲一下，我都不要讲，开玩笑讲。哎，你今天为什么就出现在这里？出现在这里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，一些什么？好，你们要是他分享什么是吗？你们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我想问一下，今天你给我们的美女主持人设计了怎样的一个妆容呢？今天我会给她设计一个自然的风格，因为她本身的五官就很突出，所以我就会把她的，她的脸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，所以就把她的美展现出来。你要给我什么造型？我们不讲化妆，我们讲造型。来，你给我怎样造型？造型就是突出你的女人味。不是肥婆味啊！OK， 这样我们也是期待。OK， 今天的主持体验是怎样？今天其实我学到很多很多大道理。但是对于今天分享满意吗？啊，还算 OK 啊，因为其实我本来 expect 就是可能像 normal 比较小心，我没有想到哇，还有这样普的装备。哇，你们的 team 很专业。所以有一点点觉得啊，很像 out of expected 啊，但是我觉得是成长是吗？我先跟你讲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讲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